较中间的话，它会中间比较刚好很难。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打了四盏灯。好，各位看一下，那个不用手机，不用手机的，或者来看一下，打这四盏灯不是没有目的的。那打这四盏灯最主要是让每一个点，让那个灯光都能够由四个方向过来。那